好，被挤压成了正后方的界外球。哇，这个球还在这，在这，好准，还好是强化玻璃。嗯，在这儿。这要刻意打还没办法打那么准，真的太难了。哇，偏内侧，形成了两好三坏。这大概是我在新庄球场所碰到过直接撞击面前玻璃的第一次。对，因为已经有这个护网是比较高了，对对对对对，那这次是真的直接撞击到玻璃上，所以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惊恐的那一刻。